5月24日晚，雪梨在小号晒出一张照片，照片中雪梨的前男友王思聪戴着口罩，身穿雪梨家的衣服为他打广告带货，力破王思聪与雪梨老公不和的传闻。据悉，近日有网友爆料称，王思聪在夜店与前女友雪梨的老公起了冲突，两人当众吵了起来，引发网友热议。24日晚间，王思聪在微博发文愤怒表示：“有没有人帮我把这些造谣的营销号全截图保留证据？我要把他们全告了。”此次雪梨小号发王思聪实力买家秀带货，看来还是好朋友的关系，怪不得昨天要告营销号。不少网友评论都说王思聪是最佳前任。